看不看，现在哪有精力给他看？那国现在看病比人家看病都贵，你不是搞救助的吗？那我搞救助的，我也不能那个呀，师傅，你有什么能想能让的，有什么问题都扔给我。我反正不想养，要不把他送到狗肉馆。开心吗？嗯，你开心吗？就以后别玩了，知道吗？以后咱俩好好相处。哎，不是那样吃的，不是那样吃的，是甜的。Thank you.
我说，哎，你看，他真会，他什么都会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那么精了是？快点上车！他晃我一下子呀！